大家好，我叫周高翠，来自陕西安康，今年47岁，现在在广州从事一项家政工作。由于今年的8月份结识了爱健康公司生产的 NMN 产品，在我服用这个产品之前呢，我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。有一些胃病啊，气血虚啊，贫血呀，以及身体容易疲倦的这些症状，在服用 NMN 产品的1个月当中，有一些调理的反应，有胃不舒胀啊，还有胃翻滚呐，这些调理反应，但都持续的时间不长，只有3、4天左右，就这些症状就消失了。但是在这些症状当中呢，我一直在坚持服用产品，我也在想这产品是调理反应的，调整好的反应情况。说明这个产品的质量很好。服用了这1个多月的当中，我的产品对我有了很大的改善，像气血虚也比以前好了很多，不像以前那是老是坠气啊。以及还有就是精力方面，精力比以前更充沛。睡眠也得到了改善，还有是这个记忆力差的这种现象啊，以及这个脾气，情绪低落、消沉，这些症状也有明显的改善了。毕竟我服用的时间不长，只有1个月时间，所以我这让我非常的高兴，我也特别感谢我的推荐人以及 NMN 公司生产的这么好的产品，我以后也会坚持服用 NMN 产品，一直到永远。我也想逆龄，也想年轻，希望，我相信这个产品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、更大的惊喜。谢谢。